肖战的穿衣风格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他的穿搭风格多样，既有温暖高级的英伦感，也有活泼俏皮的日系风格。他善于运用不同的单品和配色来营造出不同的氛围和效果。例如，他曾经选择了一件橄榄绿衬衫搭配嘻哈裤，酷帅十足。此外，他也喜欢以纯棉、毛类的天然材质为主，营造出温暖舒服的感觉。肖战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和歌手，他还获得了许多世界级荣誉。例如，他凭借单曲《光点》成功进入国际唱片协会发布的2020年全球数字单曲畅销榜前十，并排名第。这些荣誉都证明了肖战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实力。一、肖战的薰衣草色贵族西装风范。肖战以其独特的搭配艺术与无可挑剔的时尚品味，一直是时尚圈的耀眼之星。他身着薰衣草色西装，配以时尚鸟胸针，不仅展示了他温文尔雅的气质，更体现了贵族气质的穿搭优点。首先，薰衣草色西装代表了他的柔情与雅致，这种颜色既富含浪漫的法式风情，又蕴含淡雅的东方气质，让人忍不住赞叹其色彩搭配的高级感。这种西装的颜色十分吸睛，而肖战的选择正好与他的温文尔雅的气质相得益彰，让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西装的剪裁非常合体，突出了肖战优美的身材线条，展示出他的男性魅力。其次，时尚鸟胸针的佩戴不仅凸显了肖战对细节的独特品味，更彰显了他的贵族气质。胸针的设计灵感源自自然，将时尚鸟的图案巧妙融入，展现了一种高雅又不失格调的艺术美感。胸针的闪亮光泽与薰衣草色西装形成了色彩的对比，让整体搭配更加生动有趣。最后，肖战以自身搭配成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贵族风范。他不仅展现出对高级时尚的独到见解，更把自己的优雅气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他的这种独特搭配既体现了他的时尚敏感度，也展示出他个人独特的艺术品味，让我们再一次对他的时尚造诣刮目相看。二、肖战的红色镶边西服。干净利落的时尚理念，肖战一直以其出众的穿搭技巧和独特的时尚观念引领时尚风潮。这次他选择了红色镶边西服搭配同色系的格纹针织衫，从而展现出了一种干净利落清爽的穿搭优点，让人眼前一亮。首先，红色镶边西服的设计巧妙而大胆，红色的亮点在黑色西服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明生动。这款西服的剪裁线条利落，硬朗的剪裁结构凸显出肖战的阳刚之气，同时也凸显了他的端庄稳重。西服的红色镶边巧妙地打破了整体的单调，增添了一份独特的活力。其次，同色系的格纹针织衫的选择既与红色镶边西服形成了和谐的色彩搭配，又巧妙地保持了整体的统一和协调。格纹针织衫的设计简约而不失格调，为肖战的整体造型添加了一份青春活力。这种搭配的风格简洁明快，给人一种清新舒适的视觉感受。最后，肖战通过这次的搭配再次证明了他对时尚的深入理解和掌控。他的搭配技巧不仅体现在颜色和样式的选择上，更重要的是他所展现出的干净利落清爽的穿搭优点。这样的穿搭让他的个人魅力得到了完美的展现，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既有个性又有品味的肖战。三、肖战的天秤座定制款西装。经典与童趣的完美融合，肖战的时尚感知力一直备受瞩目。他身着的天秤座定制款西装套装更是展现出了经典简约与童趣的完美结合，凸显出他穿搭的多元优点。首先，西装套装的设计扎根于经典，但并未因此而显得沉闷或过时。西装的剪裁规整且紧致，展现出肖战优美的身材线条，而且利落的版型凸显出他的男士气质。这款西装的色调低调而优雅，传递出了一种高级感，恰恰符合肖战温文尔雅的形象。其次，天秤座元素的加入为这款西装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活力。这一设计灵感不仅展现出肖战的个性，也巧妙地表达了他的星座属性。在整体简约的搭配中，天秤座元素让人感受到一种淡淡的童趣和惊喜，彰显出肖战独特的时尚品味。最后，肖战通过这次搭配再次证明了他对时尚的深入理解和掌控。他的穿搭不仅拥有经典的基础，还注入了他个人的元素，让每一次的穿搭都成为他个人风格的延伸。简约但不简单，肖战的这次搭配为我们展示了他独具匠心的时尚观念。
四，肖战的藏蓝条纹西装套装，简约与大气的交响，肖战的时尚感受力与搭配技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次他选择了藏蓝条纹西装套装搭配白色丝质衬衫，展现出了简约而大气的穿搭优点，再次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首先，藏蓝条纹西装套装在色调和设计上都充满了男性魅力，这款西装的颜色深沉而内敛，条纹的设计增加了视觉层次感，展现了肖战稳重而成熟的男性气质。藏蓝色的选择也体现了肖战对时尚的独特理解，他不拘泥于常规，而是勇于尝试，赋予了西装套装新的生命力。其次，白色丝质衬衫的搭配让整个造型显得更为高级和精致，这款衬衫的质地柔软而轻薄，颜色洁净而优雅，与藏蓝条纹西装套装形成了完美的搭配。衬衫的简约设计不仅增强了整体的协调性，还让人感受到肖战的精致生活态度。最后，肖战通过这次搭配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时尚哲学，他的穿搭既有简约的基础，又拥有大气的品味，通过色彩和材质的巧妙搭配，让我们看到了他独特的时尚理念。无论是在红毯上还是在日常生活中，肖战都以他的穿搭风格和品味展现了自己的独特魅力。五，肖战的白色亮片西装与黑色丝带，尊贵与高冷的华丽瞬间作为当代最具时尚感的演员之一，肖战的穿搭总是充满了惊喜。这次他身穿白色亮片西装搭配黑色丝带，成功塑造出尊贵、帅气、高冷和禁欲气质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首先，白色亮片西装的设计创新而独特，其华丽的质感无不透露出尊贵的气质。白色作为色彩中的纯粹之极，展现了肖战清新自然的一面，亮片元素则赋予了西装独特的质感和视觉冲击力，宛如繁星点点，闪烁着独特的光芒。这款西装的版型设计简洁大气，强调了肖战的男性线条，完美诠释了他的帅气与高冷气质。其次，黑色丝带的搭配巧妙地中和了白色亮片西装的华丽感，增加了整体搭配的层次感。黑色丝带的细节处理让肖战的形象显得更为独特和个性，同时也让整体搭配看上去更为精致和精心。这种深色的丝带不仅彰显了肖战的禁欲气质，更赋予了整体形象一种优雅而神秘的气质。最后，通过这次的搭配，肖战再次展示了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深入把握。他不仅敢于挑战新的时尚元素，更能够将这些元素融入到自己的穿搭中，创造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这种穿搭风格，无论是在颜色的搭配，还是在款式的选择上，都展现了他对时尚的敏锐洞察力和创新能力。六，肖战的雾蓝色套头毛衣搭配深灰色长裤，清新与简约的完美展现肖战一直以其深度理解的时尚品味，引人注目。这次他选择了雾蓝色套头毛衣搭配深灰色长裤和球鞋，展现出了清爽和简单的穿搭优点，再次赢得了人们的赞赏。首先，雾蓝色套头毛衣的设计简约而富有设计感，这种淡雅的蓝色既清新又宁静，为肖战的形象增添了一种青春活力的感觉。而毛衣的材质让人感觉到一种温暖和亲切的质感，展现出肖战随和亲民的一面。这款毛衣的版型设计也恰到好处，既能凸显肖战的身材，又不会显得过于繁复。其次，深灰色长裤和球鞋的搭配既提升了整体的时尚感，又为肖战的形象增添了几分休闲的气息。深灰色的选择既与雾蓝色毛衣形成了色彩上的对比，又保持了整体的和谐统一，而球鞋的加入则彰显了肖战的年轻活力，同时也展示了他休闲风格的时尚品味。最后，通过这次的搭配，肖战再次证明了他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深入把握，他的穿搭充满了个性和独特性，通过简单的搭配就能够展现出独特的风格。无论是在色彩的选择还是在款式的搭配上，他都展现出了对时尚的独特理解和独到见解。七，肖战的酒红灯新绒套装，层次感与阳光帅气的时尚诠释，肖战的穿搭选择向来充满了巧思。这一次他选择的酒红灯新绒套装搭配白色衬衫和薄带条纹丝巾，以其有层次感与阳光帅气的气质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首先，酒红灯新绒套装的选择本身就富有艺术感和深度，灯芯绒的材质带有一种特殊的复古质感，配合酒红色的色调，显得肖战充满了艺术家的气质。另外，灯芯绒套装的剪裁合身，线条流畅，强调了肖战的男性硬朗线条，使他显得更加阳光帅气。
其次，白色衬衫和薄带条纹丝巾的搭配使得整体造型有了丰富的层次感。白色衬衫作为基础，简洁大气，而条纹丝巾则增添了整个搭配的细节和活力，为肖战的形象增添了一份成熟稳重的感觉。最后，肖战的这次搭配完美地展现了他的时尚理解，他巧妙地将复古与现代元素结合在一起，展示了独特的时尚眼光。在简洁的色彩搭配与丰富的质感之间，肖战创造了自己的时尚风格，这是他作为一位艺人和时尚潮人的独特魅力。每次肖战的穿搭都似乎在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传达他的情感。他的穿搭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他自我表达的一种方式。通过衣物的颜色、材质和搭配，我们能够窥见他内心的世界，感受他的情感。他的每一次搭配都充满了他对时尚的热爱和理解，每一次出场都是他对世界的独特展示。他的穿衣风格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是给人带来了治愈的力量。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这样一位时尚潮流的男友，他不仅能够为我们带来快乐，更能够为我们带来温暖。在这里，我衷心祝福肖战能够继续保持他的时尚风格，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愿他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利，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康，也希望他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快乐和温暖。